經過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律政司的相關同事不懈的努力，我今天可以確定這一條名為《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》，若徵得行政會議同意，將可以在下星期三，也就是4月14日在立法會特別加開的會議進行首讀。條例草案涵蓋修訂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、立法會條例、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、區議會條例、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這五條主體法例和相關的附屬法例，並會修訂去年通過的緊急情況換屆選舉日期第七屆立法會規例，更改立法會換屆的選舉日期。由於審議時間緊迫，我們會盡量配合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，並且會就具體做法徵詢法案委員會主席的意見。按照附件一、附件二的要求，由特區以本地立法處理的具體事項，包括界定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和立法會功能團體的法定機構、諮詢組織、相關團體和合資格選民、合資格團體選民，分區直接選舉選區的劃分、候選人提名辦法、投票的辦法、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組成等。特區亦都會採取措施依法規管操縱破壞選舉的行為。等到條例草案獲得通過之後，籌備未來一連三場選舉的工作便須馬上緊接展開。